好，那就是想要请问你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的前一天，你会选择做些什么呢？末日前一天，你说世界末日吗？算是我男朋友劈腿，跟别人打炮那种。太欢乐了，怎么呢？如何？有点打混种吗？讲完再走掉。对。好，那再。